好，我们是来自香港十方同修会的同门，莲花文俊、莲花敬贤，还有莲花之灵，我们向师尊问好。好，欢迎你们。龙边还有要自我介绍的吗？请站起来哦。有吗？如果没有的话，虎边，请将麦克风传到虎边这一边。师尊好，师母好，大家好，我是莲花亚太，来自台湾，欢迎您。谢谢。好，龙边、虎边还有要自我介绍的吗？有吗？师尊好，我是来自马，我是莲花一兰，我来自马来西亚，我第一次来西雅图。欢迎您。请传到前面这边，还有吗？要自我介绍的，传到前面来。法师帮忙一下，把麦克风传到这边来。好，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大家来参加同修。同修，南无莲华生大士本尊法开始，拍掌弹指。观想真佛宗传承，南无大日如来，南无佛眼佛目，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莲花童子，南无莲生活佛。观想世尊以诸佛菩萨放光加持，持上师心咒七遍：Om Guru Lien Seng Si Di Hom，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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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ru Lien Seng Si Di Hom。嗡咕噜连声悉地吽，嗡咕噜连声悉地吽。念清净咒及安土地真言：嗡修利修利摩诃修利修修利娑诃，嗡修多利修多利修摩利修摩利娑诃，嗡瓦哲拉旦诃诃吽。南无三曼多摩多喃嗡哆噜哆噜地维娑诃。念招请咒。Om Ah Hum Soham Om Ah Hum Soham Om Ah Hum Soham 众弟子一心奉请，南无宏观胜免金刚上师莲生活佛，南无宏观胜免金刚上师莲生活佛，南无宏观胜免金刚上师莲生活佛。同修主尊，南无莲华生大士。同修主尊，南无莲华生大士。同修主尊，南无莲华生大士，南无中央毗卢遮那佛，南无东方阿处佛，南无西方阿弥陀佛，南无南方报身佛，南无北方不空成就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药师佛，南无无极瑶池金母大天尊，南无地藏王菩萨，南无莲花童子，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文殊师利菩萨，南无弥勒菩萨，南无金刚萨埵，南无准提佛母，金刚护法，空行诸天神众，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南无摩诃波耶波罗蜜多。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诸佛。Om Ah Hum 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二拜诸菩萨。Om Ah Hum 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三拜诸护法金刚。Om Ah Hum 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四平等一起手。大曼达供养，受戒供养手印，观想供品变化无量无边，布满虚空。上供根本传承上师，历代传承祖师，同修主尊，南无莲华生大士，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空行，中共诸天圣贤，下师六道众生。
念供养赞及供养咒，须弥四周并日月，化诸珍宝供养佛，种种增起诸功德，消业速速证菩提。嗡萨瓦达达嘎达伊达姆咕噜那那面扎那堪尼尼耶达耶密。做是皈依观想，观想根本传承上师，历代传承祖师，一切诸佛法宝珍宝结合起来成为大白光，给自己灌顶。念是皈依咒：南无咕噜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增伽耶，南无咕噜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增伽耶。南无咕噜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增伽耶。做辟迦护身持金刚手菩萨真言七遍持咒：嗡波利当遮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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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波利当遮利。恭诵高王观世音真经一遍：高王观世音真经，观世音菩萨，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佛国有缘，佛法相依，常乐我净，有缘佛法。南无摩诃波耶波罗蜜是大神咒，南无摩诃波耶波罗蜜是大明咒，南无摩诃波耶波罗蜜是无上咒，南无摩诃波耶波罗蜜是无等等咒，南无金光秘密佛，法藏佛，狮子吼神猪幽王佛，佛告须弥灯王佛，法护佛，金刚掌狮子游戏佛，宝胜佛，神通佛，药师琉璃光王佛，普光功德三王佛，三足功德宝王佛，过去七佛，未来显劫千佛，千五百佛，万五千佛，五百花生佛，百亿金刚掌佛，顶光佛，六方六佛名号，东方宝光月殿月庙尊音王佛，南方数根花王佛，西方照晚神通眼花王佛，北方月殿清净佛，上方五数精进保守佛，下方闪击月音王佛，无量诸佛，多宝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阿处佛，弥陀佛，中央一切众生，在佛世界中者，行住于地上，即在虚空中，持有于一切众生，各令安稳休息，昼夜修持，心常求诵此经，能灭生死苦，消除诸毒害。南无大明观世音，光明观世音，高明观世音，开明观世音，药王菩萨，药上菩萨，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虚空藏菩萨，地藏王菩萨，清凉宝山一湾菩萨，普光王如来化身菩萨。念念诵此经，七佛世尊即说咒曰：尼波尼波得，求诃求诃得，陀罗尼得，尼诃那得，毗尼尼得，摩诃伽得，春林成得，娑哈尼波尼波得，求诃求诃得，陀罗尼得，尼诃那得，毗尼尼得，摩诃伽得，春林成得，娑哈尼波尼波得，求诃求诃得，陀罗尼得，尼诃那得。毗尼尼得摩诃伽得真林成得娑哈尼波尼波得求诃求诃得陀罗尼得尼诃那得毗尼尼得摩诃伽得真林成得娑哈尼波尼波得求诃求诃得陀罗尼得尼诃那得毗尼尼得摩诃伽得真林成得娑哈尼波尼波得求诃求诃得陀罗尼得尼诃那得毗尼尼得摩诃伽得尊林成得娑哈尼波尼波得求诃求诃得陀罗尼得尼诃那得毗尼尼得摩诃伽得尊林成得娑哈。共念七遍往生咒：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地耶他，阿弥尼哆波比，阿弥尼哆，悉达波比，阿弥尼哆，毗迦兰帝，
阿弥尼多比迦南多迦尼尼迦迦那切多迦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多他迦多耶多帝亚他阿弥尼多波比阿弥尼多悉檀波比阿弥尼多比迦南帝阿弥尼多比迦南多迦尼尼迦迦那切多迦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多他迦多耶多帝亚他阿弥尼多波比阿弥尼多悉檀波比阿弥尼多比迦南帝阿弥尼多比迦南多迦尼尼迦迦那切多迦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多他迦多耶多帝亚他阿弥尼多波比阿弥尼多悉檀波比阿弥尼多比迦南帝阿弥尼多比迦南多迦尼尼迦迦那切多迦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多他迦多耶多帝亚他阿弥尼多波比阿弥尼多悉檀波比阿弥尼多比迦南帝尼多比迦南多迦尼尼迦迦那切多迦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多他迦多耶多帝亚他阿弥尼多波比阿弥尼多悉檀波比阿弥尼多比迦南帝阿弥尼多比迦南多迦尼尼迦迦那切多迦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多他迦多耶多帝亚他阿弥尼多波比阿弥尼多悉檀波比阿弥尼多比迦南帝阿弥尼多比迦南多迦尼尼迦迦那切多迦尼娑哈。首节根本传承上师莲花童子手印，观想根本传承上师三光加倍。此根本传承上师心咒108遍，先作此念珠观想。此咒。Om Guru Nien Sang Siddhi Hom.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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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ru Nien Sang Siddhi Hom.Om Guru Nien Sang Siddhi Hom.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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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ru Nien Sang Siddhi Hom.Om Guru Nien Sang Siddhi Hom.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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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ru Nien Sang Siddhi Hom.Om Guru Nien Sang Siddhi Hom.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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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ru Nien Sang Siddhi Hom.Om Guru Nien Sang Siddhi Hom.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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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ru Nien Sang Siddhi Hom.Om Guru Nien Sang Siddhi Hom.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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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ru Nien Sang Siddhi Hom.
Om Guru Nien Sang Siddhi H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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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Guru Nien Sang Siddhi Hum首节莲华生大士金刚印先观空念观空咒 Om Sobhava Sutta Sarva Dharma Sobhava Sutto Hang Om Sobhava Sutta Sarva Dharma Sobhava Sutto Hang Om Sobhava Sutta Sarva Dharma Sobhava Sutto Hang 观想一座蓝色的叶轮从铜色德山莲华光月亮宫处显现在虚空中月轮中有一个红色的种子字屑子放粉红色光观想屑子旋转化为莲华生大士戴宝冠身粉红色右手持金刚杵左腕夹着三叉杖其左手托天灵盖盖中盛宝及甘露敷坐于莲华月轮之上行者观想自己的天心放有一个白色的种子字 Om 字放白光喉轮有一个阿字放红光心轮有一个 Om 字放蓝光三光至铜色德山莲华光月亮宫处招请乌尽莲华生大士观想莲华生大士全身放射百宝光明百宝光明及甘露水成一弧形照灌行者将行者的一切罪业病苦魔障悉消灭得光明大自在持莲华生大士心咒108遍此咒
Om A Hom Beja Guru Pema Siti Hom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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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A Hom Beja Guru Pema Siti Hom Se
Om Ahom Beja Guru Bema Siddhi Hum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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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九劫佛风入三摩地
加持八大本尊心咒及念佛。Om Ami Deva Se Om Mani Padme Hum Om Panamo Linto Lin Soha O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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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i Samaye Soha Om Jari Juri Jun Te Soha Om Jambara Chalang Chalaye Soha Om Ah Hum Becha Guru Pema Siti Hum Se Om Ah Hum Guru Pe Aho Sasamaha Lien Sun Siti Hum Deyata Om Becha Jaya Becha Jaya Maha Becha Jaya Lacha Samo Khyadereya Soha南无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南无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南无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共念大救难咒二十一遍持咒。他吃扎扎拉他吃鲁诺尼玛哈鲁诺尼阿拉摩拉多拉索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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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吃扎扎拉他吃鲁诺尼玛哈鲁诺尼阿拉摩拉多拉梭哈他吃扎扎那他吃鲁诺尼玛哈鲁诺尼阿拉摩拉多拉梭哈他吃扎扎那他吃鲁诺尼玛哈鲁诺尼阿拉摩拉多拉梭哈他吃扎扎那他吃鲁诺尼玛哈鲁诺尼阿拉摩拉多拉梭哈他吃扎扎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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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吃鲁诺尼玛哈鲁诺尼阿拉摩拉多拉梭哈回向愿同念佛者同生极乐国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见佛了生死如佛度一切请大家起念请佛注释起愿文具得妙善圣尊秘密主十方世界佛刹成数佛大悲有情海会众菩萨护教金刚空行前顶礼世间三毒炽盛夜漫漫身心摧折轮回苦无休圣尊明念降生度迷情三宝于是微光护群生人天福田所依金刚身受戒传法灌顶次西地佛子祈请注释转法轮利乐无量无尽众生界弟子众等愿以此同修功德回向祈愿圣尊佛体安康长寿自在常住世间永转法轮恭请圣尊做总回向
Om Veja Bhemma Hum Om Veja Bhemma Hum Om Veja Bhemma Hum 一心敬礼莲华生大士，一心敬礼莲华生大士，一心敬礼莲华生大士，齐清大士放光加持所有同修的同门，齐清加持游民信众往生清净佛国，齐清加持仪会大众身体健康，弃除病业，弃除烦恼，弃除业障，齐清加持增加福分，增加智慧，齐清加持敬爱圆满，让众等离苦得乐，让众等修行得力，让众等尽施众法实修，让众等果为真善，让众等庄严佛国。齐清莲华生大士，无障碍一切的空行教法，弘扬全世界，齐清无障碍空行教法，深入每一个同门的心中，齐清无障碍空行教法能够得到大圆满。敬礼莲华生大士，敬礼莲华生大士，敬礼莲华生大士。Om Veja Bhemma Hum 天罗神在罗神，人离难难离身，一切灾殃化为尘，愿所祈求皆能够圆满。愿一切愿敌退散，障碍退散。问共念三遍百字明咒，
Om Pitsa Sato Samaya Manupanaya Pitsa Sato Tenu Padicha Chitso Me Pawa Sutto Kayu Me Pawa Supo Kayu Me Pawa Anurato Me Pawa Sawaha Siddhi Me Purayacha Sawaha Karma Sutta Me Chittamu Siddhi Ran Guru Hu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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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hagavan Sawa Tathakata Pitsa Mami Mancha Pitsa Pawa Mahasamaya Sato Ahom Pe Om Pitsa Sato Samaya Manupanaya Pitsa Sato Tenu Padicha Chitso Me Pawa Sutto Kayu Me Pawa Supo Kayu Me Pawa Anurato Me Pawa Sawaha Siddhi Me Purayacha Sawaha Karma Sutta Me Chittamu Siri Ran Guru Hu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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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hagavan Sawa Tathakata Pitsa Mami Mancha Pitsa Pawa Mahasamaya Sato Ahom Pe Om Pitsa Sato Samaya Manupanaya Pitsa Sato Tenu Padicha Chitso Me Pawa Sutto Kayu Me Pawa Supo Kayu Me Pawa Anurato Me Pawa Sawaha Siddhi Me Purayacha Sawaha Karma Sutta Me Chittamu Siri Ran Guru Hu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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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hagavan Sawa Tathakata Pitsa Mami Mancha Pitsa Pawa Mahasamaya Sato Ahom Pe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诸佛。Om 啊 Hom 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二拜诸菩萨。Om 啊 Hom 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三拜诸佛法金刚。Om 啊 Hom 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四平等一起手。念圆满咒 ，Om Brim Om Brim Om Brim Om Mani Padme Hum。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根本传承上师加持同修圆满吉祥。请大家一起虔诚恭敬合掌，恭请根本传承上师为与会大众做宝贵的法语开示。我们首先恭敬传承祖师，敬礼了明和尚，敬礼沙迦正空上师，敬礼十六世大宝法王卡玛巴，敬礼图登大吉上师，敬礼坛城三宝，敬礼今天同修的本尊莲华生大师啊，师母，各位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堂主，以及各位同门、网络上的同门啊，今天我们仪会的贵宾是中华民国驻瑞典代表处廖东洲大使夫人九底师姐。中国中博士教授团成功大学电机工程系教授王礼博士，中天电视台给你点上新灯节目制作人西亚琪师姐，庄俊耀医师，林淑华医师，阳光武共团陈妍如师姐，啊，大家晚安，大家好。
你好，大家好。那今天晚上我们是同修莲花生大士本尊。那我以前讲过，就是莲花生，这个也就是莲花啊，莲花所化生，莲花所化生的。那么他在这个达赖哥肖海啊，因为印度的内陆本身把湖就称为海，把湖就称为海，那是一个很大的湖啊。其中呢，在莲花上面所化生出来的，就是莲花生大士，他小的时候就被一个国王把他带回皇宫，啊，把他带回皇宫。莲花生大士他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他是从莲花里面化生出来的，所以他是真正的这个莲花童子。莲花童子，那么在他的传记里面，他写到他是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身口意的化身啊，身口意的化身。所以他是法王，而不是国王啊，不是人间的王，他是法王。后来他学了这个密法啊，成就非常的大，成就非常的大。以后他进到西藏啊，进入西藏。那时候赤松德真王引请他进到这个到西藏啊，因为那时候西藏啊很多的等于是魔怪，很多的魔怪那干扰了这个佛法。那么吉富大师，吉富大师就是那时候也是藏，也是印度的吉富大师，在西藏，他没有办法去降服这些魔怪，所以请赤松德真王到印度去迎请莲华生大士入藏，进入西藏。那么莲花生大士呢，在西藏一共50年，啊，在西藏一共有50年的时光，所以他这个在传承上，莲花生大士把密教带到整个西藏，所以四个教派呢，四大教派都很遵从莲花生大师，遵从莲花生大师。那最有名的就是赤松德真王，把他自己的妃子，啊，可以讲是皇妃，啊，这个伊喜撮嘎啊，这个就是送给莲花生大师。成为莲花生大士的法理，啊，就是修行的法理。那在一个地方叫做青浦的地方，他们一起在那里修行，在那里修行。那这像这个莲花生大士史传里面都有记载，都有记载着莲花生大士的一些事情。那么莲花生大士最
重要的，它就是赤松德尊王跟吉父跟这个莲华生大师三个人一起盖了这个在西藏第一座的寺庙双雅寺啊，双雅寺，去过双雅寺的举手。我有好很多人去过，去过双雅寺。这双雅寺当初盖出来了，也就是依照遗咒，依照佛教所解释的遗咒去做的。的中央是西弥山，那么有四大洲、八小洲，另外还有这个所有的环绕着所有的河啊，所有的海环绕着这四大洲、八小洲啊建起来的这个双雅寺。双雅寺呢，它的建筑有藏、有印度式的，有印度式的，那么也有藏式的、西藏式的，也有这个中土的，这也就是汉人的啊三种的综合。它的寺庙是这三种的综合。啊，当初呢，这个赤松德尊王也礼莲华生大师这个为师啊，让他学得到这个。那么莲华生大师的真正的上师呢，也就是实力辛哈啊，实力辛哈，实力辛哈是中土唐朝的人。但是在唐朝的那时候根本没有记载到这个人啊，实力辛哈这个人。那么实力辛哈是得到大圆满的传承，然后再把大圆满传承交给莲华生大师啊，他的教法就是空行法教，他的传教法叫空行法教。另外师弟辛哈也传给那时候藏人叫做啊毗卢遮那，跟毗卢遮那佛的名字是一样，但不是毗卢遮那佛。那么这个有两个传承，到最后到了隆钦巴的时候，把这两个传承结合成一啊，结合起来，把莲华生大师的教法跟毗卢遮那的教法结合起来，就是大圆满的传承，属于林玛派最高的传承。啊，大圆满法啊，师尊也讲了很多，大家都知道的。那么莲华生大师非常的伟大啊，那是。可以讲他们称为这个乌金第二佛，乌金第二佛。其实在释迦牟尼佛时代，释迦牟尼佛也传了密教的法，便不是，但是归于这个环境的关系啊，因为环境的影响，释迦牟尼佛大部分在那时候教的法都是属于小圣的法，小圣声闻圣的法比较多，那是环境的影响。其实他也传了大圣，也传了密教，但是当佛在世的时候啊，大圣的法跟金刚圣的法比较没有普传，只是小圣的法普传。所以大家以为那个啊，释迦牟尼佛没有传这个大圣的法，也没有传金刚圣的法，那是错误的。因为在吉祥米记塔，
释迦牟尼佛化身为十轮金刚，啊，教了夜贤国王这个十轮金刚的法，那就是密教的法。但是为什么十轮金刚也被传为是印度教化出来的？那当然不是，因为大家知道十轮金刚所两只脚所踩的，一个是大自在天，一个是大自在天的佛母。那大自在天跟大自在天的天母是十轮金刚踩的，那就是印度教三大神的希瓦跟希瓦的太太，那是十轮金刚。所以十轮金刚是佛法。在灵鹫山的时候，在须弥山顶，释迦牟尼佛也发现了胜乐金刚。所以胜乐金刚很多金刚法也都是释迦牟尼佛传的，甚至于他的心轮中转出来的大家都知道的这个慧基金刚，慧基金刚也是密教的法，所以在佛陀时代就已经有了密教的法，也有大圣这菩萨的法，这波罗蜜多圣就是菩萨的法。那莲华生大士我们称为乌金第二佛，也就是说连释迦牟尼佛之后，他成就了像佛一样的这个佛法他成就了这个圆满的佛法。其实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佛，什么是菩萨，什么是声闻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很简单就讲一下而已。什么是佛？就是自觉，自己觉悟了，在帮助他人觉悟，就是觉他，自觉觉他，跟觉行圆满。觉行圆满，在世间的一切他都圆满了，他成就了。什么是菩萨？就是自觉，自己觉悟了，也他帮助他人觉悟，但是他的道行，道行还没有圆满，这个叫做菩萨。所以菩萨是包含了自觉跟觉他，佛是自觉觉他跟觉行圆满才称为佛，菩萨就少了觉行圆满，他还没有圆满，所以称为菩萨。什么叫做声闻呢？就是第一样，自觉他没有觉他，也没有觉行圆满，就叫做声闻，也就是罗汉，就是阿罗汉，就是自觉。所以大家现在了解了为什么这个四圣界佛、菩萨、声闻跟缘觉。什么是缘觉呢？依照着十二因缘去修行得到了觉悟的就叫做缘觉，这就是四圣四圣界已经超过三界天的。所以大家我这样简单讲一下，你们就明白什么叫大圣，什么叫小圣，什么叫金刚圣，那么什么叫做佛，什么叫菩萨，什么叫做声闻，什么叫缘觉这样大家都清楚清楚明白。所以自己觉悟了，但是他没有度众生，
他就是阿罗汉。自己觉悟了，又去度众生，但是度众生还没有圆满，成为菩萨。这个自己觉悟了，也去度众生，那么到了众生，他的这个菩萨行已经圆满，就叫做佛。那么莲华生大士被称为乌金第二佛，也就是他自觉还觉他，那么觉行也圆满。所以西藏各个教派都很尊敬莲华生大士，他可以讲他是第一个祖师爷在藏地的第一个祖师爷。他是莲花化身，那么当然是莲花童子了，不然叫他什么？所以大家叫他是莲华生大士。他的这个称号叫海生金刚，他有很多金刚号，其中一个就是海生金刚，因为他是在达赖哥霄海所出生的，所以叫海生金刚。那我们今天呢，再跟大家谈一下这个道果，这个花教的道果啊。我念一段文字。共轮涅道中最后一个为首富之别，一句首富不堕于方便知会及其二类之法，其首富不堕方便边有八种，不堕知会边有八种，不堕此两边者有十四种，共有三十类。这些啊，都是对于修法上所常遇到的障碍及其排除之法。这里面提到首富之别，首富。那以前我遇到障碍，遇到很多的障碍，这师父就教我：你修法。我说修什么法？他说修富轮。修富轮，这个轮啊，在密教里面经常提到啊轮。其实什么叫做轮呢？也就是可以讲说是一种法啊，修复法。复轮就是你赶快去修复法，修复法。我是不是常常修复法呢？我每一天都修复法，没有一天不修复法。有很多这个我们正佛中的弟子，他不修护法，他修本尊，修本尊没有修护法。为什么护法很重要？因为护法的重要啊，它可以帮忙这个后面那一段文字有提到。有什么外魔、内魔，还有心魔，离魔魍魉，甚至妖怪妖精鬼，这些的干扰非常的多。
所以我每天修护法，我像我这样子每天都在修护法。你看我睡觉，然后我跟大家不一样，我睡觉， 我以前是修明光法，其实现在也是修明光法。我每天睡觉我都念的，我念台语啊，嗡声净土，敲声出口，南无阿弥陀佛，请瑶池金母做主。我念三遍，然后本尊出现，护法出现，然后给你这个 Om Ahom 加持放光，自己的 Om 成为白光，射向虚空 ；Ah 成为红光，射向虚空 ；Hom 成为蓝光，射向虚空。然后一个 Bang， 然后。散开，这些光散开，像一个蚊帐一样下来，把你的床围住。这里面有红光，有白光，有蓝色的光，把你的整个床围住，然后再进入梦乡。这观想很容易啊，对不对？这种观想很容易啊，而且一下子而已。要睡前你就要做，睡觉还没有睡以前你就开始念，开始做观想。不然你可以修一个你不见的，浪浪，就是你的床化为火焰，把你的身体全部烧光，烧掉。你自己化成灰，让风吹过来，把你的身体的灰全部吹掉，就没有了。抗，就进入虚空之中。你既然没有了，魔不会来侵你。你如果还有你自己，你把自己变成金刚杵，外面再有一个防护的网 ，Om Ahom 现身出来防护的网，把你围住，你就不怕那些东西啊，那些东西来给你干扰，你根本就不用怕。啊，最近这几天，啊，近期啦。就是最近，我甚至于把我进入我房间的门轰起来，把所有的落地窗轰起来，把 fireplace 轰起来，把进入我的那个浴室的门轰起来，全部轰起来，然后我再上床，再做这个防护的观想，睡在光明里面，就是明光法，在做明光法，一个一个轰起来，用什么方法？就是用我书上自己本身所写的方法，每一个门都站着一个不动金刚，啊，大力金刚啊，就是一个大力金刚在那里，一个大力金刚在我的门。一个大力金刚在我的意识的门，一个大力金刚在我的 fireplace， 一个大力金刚在我的落地窗，全部轰起来，不受干扰，非常好睡。这个是就是修复轮啊，修复轮啊，大力金刚
全部出现在你的 fireplace 上面，也有大力金刚，在你通往你的浴室啊厕所的地方都有大力金刚，在我进我房间的门都有大力金刚，在我的落地窗都有大力金刚。我的落地窗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五个落地窗，五个大力金刚。每天晚上要睡觉以前就做念大力金刚咒，结大力金刚手印，观想大力金刚就在那个窗上面，知道？Om Mahabalaya Soha， 这大力金刚就附在这上面。Om Mahabalaya Soha， 大力金刚就在正门。Om Mahabalaya Soha， 大力金刚就在那个边门。Om Mahabalaya Soha， 就在竹子间的。Om Mahabalaya Soha。就在那个国际部 Om Mahabalaya Soha， 在窗户 Om Mahabalaya Soha， 在所有的天窗 Om Mahabalaya Soha， 这样会不会？你的卧室哪有几个？啊，一切圆满了，很好睡啊。因为全部的金刚神都守护在你的卧室，你哪里会不好睡？非常好睡的很，不受干扰啊。你也可以念 Om Mahabalaya Hom Hom Pei， 一样的，两个咒语是一样的。这样子修复轮 会不会？会啊！啊，你平时的时候你要供养啊大力金刚，你要白天的时候你要供养大力金刚，晚上的时候请他比较好请，因为他受了你的供养，不好意思不来啊！你已经供养他了，他一定要来。我们三餐都供养的，你看师尊吃饭的时候啊，有时候把盘子端起来超过自己的眉毛之上，就是一个供养。修护轮、修守护、防护的方法很多，刚刚道果里面所讲的，不要堕入方便，也不要堕入智慧。哎，怎么回事？难道我们不能用智慧吗？不是，其他的智慧不能堕入，很多的，很多的，也不要堕入方便。啊，师尊比较随顺众生。但是随顺就变成随便，麻烦就是在这里啊！大家以为师尊都是随顺，随顺众生，没有错，随顺众生是普贤实愿之一，普贤菩萨的实愿之一。但是呢，师尊随顺，但是众生就对师尊随便，麻烦就是在这里。然后我最近写了一本书啊，这一本书啊里面呢、啊、所提到的很多的东西，所提的很多东西，不是针对某一个人写的，而是针对啊，众生所写的，并不是针对某一个人写的。那这本书已经完成了嘛？啊，已经寄回去了嘛？
那是我在这两个月里面写成的，这两个月写成的文章，所以不是针对啊这个一个人写的，而是针对所有的众生所写的东西。防父之法，师母本来是很不好睡的，但是经过用这个复轮的方法去做，他每天晚上都很好睡。但是他有一个习惯，他心中如果有事情，他就比较难睡。啊，心中有事，就是有烦恼，他会比较难睡，因为一直在想那个烦恼。我是没有烦恼的。为什么我没有烦恼？因为我已经悟无所得，顿断烦恼。那些啊，傻瓜、笨蛋有烦恼，傻瓜跟笨蛋都会有烦恼，因为他们以为有所得。其实这世间是无所得的，大家都知道无所得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天天在讲，但是你还是好名好利。为什么？因为你看不透，看不开，你是斗鸡眼，你就很难看得开。你说要钱，我们正佛中有一个弟子名字叫要钱，真的是要钱，钱来也，钱多多，两种花最好。是啊，有钱花，还有什么花？花不完。啊，尽量花跟有钱花，这两样最好。他没办法看得开啊！你看他师尊花什么钱？没有啊，我没有买过东西啊，不用花钱啊。就是我在美国，就是到加油站买油啊，加油，我车子要开一定要加油。在台湾就是买水，因为台湾的水不能喝的，不能饮的，所以一定要买矿泉水，买那些干净的水，喝矿泉水。其他没有，其他几乎找不出我去买什么东西。我到现在为止，今年到现在为止，回到美国来已经几个月了，差不多四个月，四个月多了，没有进过一次超级市场，没有进过一次的百货公司，通通没有。进过哪里？雷藏寺、彩虹山庄、我家、密院，就四栋，这四个，其他没有。没有去超级市场的人，没有去百货公司的人，就是这样。跟大家讲啊，课堂上老师问小明一加一是多少，小明说不知道。老师说饭桶啊，你跟我是多少？小明讲两个饭桶。世间的人都是清楚的人，大家都知道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但是呢，
你就是永远的，你不会看得透，看得开。虽然叫你悟，无所得，实尊是看得透，看得开，所以没有烦恼。像很多大事啊，哇，生活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从来没有停止过。我这一生当中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一生都是这样子。所以，我对这个出不了 school， 我没有执着。我只要能够成佛，啊，修行成佛，啊，带几个同门一起修行成佛，够了。所以我不执着生活中啊，将来会怎么样？将来会怎么样？人家问我说：“你生活中有计划吗？将来要做什么吗？”我说：“没有，没有将来，没有希望。”我根本连生活中都不执着啊！我创办，我是创办人，我都不执着生活中，我还执着什么？你说我还执着什么？生活中就是算丁丁完蛋。没关系啊，本来就不是，本来就是没有的啊，现在再回归到原点而已啊，有什么关系？没有生活中也可以啊，这无所谓的，这就是我的精神啊，我的精神。所以谁是笨蛋？谁是饭桶？你们看得出来啊？谁是笨蛋？谁是饭桶？眼睛睁大一点，哪一个人是笨蛋？哪一个人是饭桶？哪一个是得到如来的智慧的？你要清楚分别明白。我有没有组织我自己的协会？有没有？没有。我有没有盖我自己的庙？有没有？没有。我有没有得到这个人家的房地产？有没有？什么都没有啊。大家给我的供养非常足够了，心满意足，不再祈求什么，这就是我卢师尊的本色。彩虹三章是谁盖起来的？当然了，是有我花钱，我花钱。那么由这个那个老二啊，连氏上师去请工人，连氏上师去请工人啊，师尊师母花钱，连氏上师去请工人把彩虹山庄盖起来的。现在法律的条文之下，山庄的主人就是连印上师。只有连印上师签名才能够卖掉啊，才能够把长山庄卖掉。哦，连印上师是主人，你看师尊盖起来的，花钱去盖起来了，把它移给连印上师，但是有一个条文，这个彩虹山庄就是将来是做弘法用的，如果不做弘法用的，
谁也不能当主人，只能够做弘法用，就是这个一个条文。有一天呢，小乞儿问爸爸：“爸爸，爸爸，为什么只有我们的肚子是白色的，其他地方都是黑色的？”乞儿爸爸叹了一口气之后讲：“这是我们乞儿家族的耻辱，因为我们的手太短，就只能够洗到肚子。”这个笑话象征什么呢？世间上有两个重点，包括我们的八卦。八卦是一个黑一个白，刚好均等。乞儿也是一个黑一个白。我们行者要修行到完全的白，这就成佛。所以要把黑业拿掉，黑色的业障，不好的业障拿掉，剩下的是纯阳，你就可以成佛做主。所以什么叫还境啊？叫大家还境，还回原来你自己本身的清净，就是变成白色的。因为人间是这个一个大染缸，大染缸，你一进到人间，你就已经被染色。财、色、名、食、睡，就是大染缸。从这个大染缸出来的，全部变成同一位的金子、泡菜。我已经讲过了，泡菜，你必须要还境，还境，也就是一种守护。跟你还境了以后，你开始就要守护自己。这里面有守护之法，行者都要守护。告诉大家，九弘破秽，破秽法，九弘破秽法，就是把你的污秽洗掉，就是一个还境的方法。上师的加持也是还境的方法。一个环境的方法，这个观音生坛城是一个守护轮的方法，守护轮的方法。四重结界是一个守护轮的方法。有时候你在修行，在静坐之中，你先做四重结界，上面是金刚网，四周是金刚墙，底下是金刚地基，墙的周围还有金刚火焰，金刚火焰出来，你端坐在里面，就是做防护，你在修行当中的一个防护，就叫四重结界，乍哄般惑，四重结界。这个就是一个守护之轮啊。前面在查酒驾，刚喝完酒出来，早知道不走这一条路了，距离警察越来越近，心脏砰砰的跳，手心里全是汗，想要掉头，但这是单行道，
跑也跑不了，轮到我了，沾斗着张着嘴，对着酒测器吹了一口，酒测器疯狂的鸣叫，完了，这次斗不过了。警察对我大吼：“快滚！你是来乱的吗？走路的也跟着凑什么热闹？”这个酒鬼啊，说靠腰啊，酒喝多了竟然忘记开车。啊，这个笑话很好玩。我告诉你，酒会迷人，所以五戒当中最后一个戒就是酒啊，不喝酒，修行人不喝酒，因为他会把你的脑筋迷掉。我告诉你，也有一个东西很迷人，这个东西就是鬼。女鬼非常的迷人，师尊是唯一不怕鬼的，唯一不怕鬼，男的鬼都不怕，何况怕你的鬼。我有法，我有五雷法，雷声普化天尊在我的手掌上面，一开掌打出去就五雷，马上把这个鬼就打散。最好的防护九日真言法，临兵斗者戒阵列在前，很简单啊，谁都会做啊。这个金经法，一化成江，二化成河，三化四化成金井，此子非凡子，乃是庐山秀才子。子天天清啊，子地地灵啊，子人长生啊，子鬼灭亡，啪，那个鬼就消失掉了。师尊有九日真言，有五雷啊，雷声普化天尊，雷声普化天尊呢、啊，在里面还有这个大力金刚，还有不动明王的九日真言切日法。我是鬼的老祖宗，哎，抓鬼的老祖宗。但是你们这些哈、哦，这个阴阳怪气的啊，都是阴阳怪气的，动不动你就冲犯啊，到哪里了？你看完电影出来冲犯了，去个扫一个墓你也冲犯了，到了土地公庙你也冲犯了，到了屠宰场你也冲犯了。看到棺材你也冲犯，看到棺材你也冲犯了，啊！你到了医院，你出来你也冲犯了。啊，医院的鬼也很多，医院、屠宰场、这个庙、鬼庙、这个坟场、旷野。海边你都很容易冲犯，为什么？因为你心中有鬼啊，阴阳怪气的，这个鬼太多了在你心中啊，他不找你找谁啊？你心里本来就有鬼啊，我当然来找你。不过鬼啊，他有神，他有通力，鬼本身也有通力。
他有神通，没错。最低的鬼都能够通，从鬼一直到佛，这么境界这么差这么远，一个是高灵，一个是最低的灵，他也是也有通力的，也有通力的。而且鬼众一大堆的，我要消除一个鬼是很容易啊，消除一个鬼，一个鬼来了，这个子鬼灭亡啊，这个鬼就砰就完蛋了。但是如果来了100个鬼、1000个鬼往你这边冲怎么办呢？啊，你说那时候世尊怎么办？你们怎么救我？我告诉大家，这个我转身我就跑。其实我也不用跑，真的，马上一个金刚墙就把它挡住，金刚火焰升起来，就前面一排金刚墙，然后一个金刚火焰烧起来，然后鬼翻不了墙，那个金刚墙它是翻不过的。什么叫一般的墙它都可以穿，只有金刚墙它不能穿，还有金刚火升起来，它不敢过了。因为他只要一过，就变成 yakitori。 yakitori yakitori 是什么？烧鸟。就给他烤焦了。1000个来也不怕，你怕什么？四面金刚墙，从后面来的四面金刚墙围起来，金刚火焰升起来，从空中来的金刚网挡住，从底下来的金刚地基挡住，四重结界炸轰半祸马上出现了，对不对？那你还怕什么鬼？你自己有防护啊！啊，你这个鬼啊，不要给我认出来，下次你就在我的手掌里面，我用这个火锅招待你。附魔火了，或者油锅招待你，我把你射起来，啊，射过来，放入油锅里面炸你，对啊，所以也有吃鬼的，世尊也是吃鬼的啊，不怕鬼，专门吃鬼，你有几百万鬼。我又有几百万个护法，不要去供养鬼。我告诉大家，千万不要供养鬼。你供得好，他会帮你，没错。啊，你这个供养鬼，每天肯恭敬，对鬼恭敬，他跟你相应了，这也是相应法。你佛没有相应，菩萨没有相应，声闻没有相应，缘觉没有相应，诸天你都没有相应，你就跟鬼相应。因为你供养他，他当然来亲近你，绝对的吧。我供养你，谁不要啊？马上一大堆人都来亲近你，一大堆鬼也来亲近你，你放出鬼出去，把人的脑筋都迷掉了，就像醉鬼一样啊，走路都摇摇颠颠的了，心都不稳了啦。你的心都被鬼迷啊，脑筋里面都是鬼啊，还盖个鬼庙呢，对不对？你那么恭敬鬼，每天对着这个鬼下跪，对着鬼祈祷，怎么不会有神通啊？鬼通啊，都会通的。
而且你放鬼出去，你只要养一个小鬼啊，不得了！泰国那个养小鬼，你只要养一个小鬼啊，这个鬼都能够帮你的。泰国流行的就养小鬼，大家都听过了。只要供养他很好，他随时跟着你，你跟人家签约，你叫那个鬼去迷他的那脑筋，他糊里糊涂他就签了，就跟你背书了，什么都给你做了，就是这样子啊。你只要养一个小鬼啊，你这个艺人养小鬼，很多艺人都是泰国请那些小鬼回来养啊，供养他，每天找一个时间供养他，请他吃，请他啊帮他，哇，所有歌迷不大堆啊，你的粉丝一大堆，哇，通通都来捧你的场，都来听你的唱歌，啊，你随便这个扣子掉了一个，这个胸部露来一点毛，那些女孩子看了都，每一个都抬出去呀、啊，那是谁在做？鬼在做。我老婆敢说我一句话，我就敢回应她五句；她敢骂我一句话，我就敢回应她十句。不同的是，她有发出声音，而我只在心里默默默默的喊而已。这个就叫做以柔克刚。啊，我们鬼有外在的，也有内在的。自己变成鬼了还不知道，因为你相应啊，跟鬼在一起啊。那当然了、啊，天天带着鬼符啊，天天带着鬼符啊，鬼的画符。人家讲说画符是鬼画符，倒是真的，天天带着鬼画符，怎么不会跟鬼相应呢？怎么不会通呢？怎么粉丝不会多呢？一定多的啦，大家都会心甘情愿的把钱拿到你的面前，请你收下，你不收我，你不收的话，我会生气的，啊，都通通钱都钱多多啊，这个当然的事情了。啊，师尊不教人家供鬼啊，不教人家供鬼。我们是这样子，我们是希望鬼能够安稳下来。鬼每一个都是善鬼，都是帮助人，啊，固定在一个地方，不会到处放送。固定在一个地方，像师尊本身家里不是没有鬼，有，每一个家都有鬼。我告诉你，人瞒不过鬼，一般人瞒不过鬼的。你如果在家里你没有结界防护，你跟你的太太或者你朋友在吵饭，那时候的观众旁边很多都是鬼，鬼就在看呢，而且看得很高兴，哇，好好，这个真的是活的，都有无形的在看呢。你以为生产啊，在产房，大概医生、护士，这个产妇，你不知道周围都是鬼吗？他们希望呢、啊，那个剩下那个那些血呀、啊，那个污秽的血，他们都要抢着要。
如果这个宝宝本身没有守护灵，没有胎神给他守护，他连胎儿都要抢走的。你以为产房没有鬼吗？产房也是有鬼的，在生产的时候也要做防护、做结界，让鬼不要来抢那个小孩，也不要来贪那些污秽的血水。你以为上厕所就绝对不会有鬼吗？那是脏的东西啊。告诉你，鬼是养鸟的，他喝你的尿，一人啊，是大便，是大便，那广东话哈，是大便，他是吃那个东西的，脏的东西他也要。到处都是鬼，所以我们披甲护身啊，随时都要做啊。披甲护身随着 Om Bani 南泽利 Bani Bani 是谁？金刚锁菩萨，就是你的护法。金刚锁菩萨 Om Bani 南泽利 Om Bani 南泽利 Bani 就是金刚锁。老师说，我觉得你的令娘啊，令郎将来长大很有希望成为人民的保姆。家长说，哦，为什么呢？老师说，我今天问他知不知道挡风玻璃上的雨刷是做什么用的，他马上就回答，这是方便夹罚单用的。所以他是人民的保姆。这个就是缘啊，某一种因缘会聚在一起啊。这个物以类聚，什么叫物以类聚啊？就是说你的脑袋非常的清明，你修行有光出来，你会跟活菩萨相应，你的心很慈悲，都是在帮助人，你会跟菩萨相应。那么这样子一直下来，你的心中有鬼，好名好利，心中有鬼，你会跟鬼相应。这个叫物以类聚，这个笑话的意思也就是物以类聚，物以类聚的这个笑话。我再讲一个吧。今天连续打了五六个喷嚏，有点奇怪，到底谁在想我？我又没有男朋友，难道是有暗恋我的吗？是男孩子在想我吗？那个是谁呢？于是我在我的脑海中把所有认识的男孩想了一遍，一个一个否定，一个一个排除，最后终于有了结论，我感冒了。哎，这是很聪明的，很聪明的，很聪明的想法。啊，今天我们也是要稍微想到一点，如果你冲犯了，有一点他来倒你的气，你的身体感觉到很虚，你的元气不足，你晚上睡了很久，起来的时候还是非常的疲劳，非常的疲倦，这是道气。
第二事情就是干扰，他干扰你做什么事情都是糊里糊涂的，干扰你做什么事情都糊里糊涂。再来呢，身上有病，身上有病也不一定是属于这个心理上的病或者是生理上的病，生理上的病医生可以去看医生让医生治好，心理上的病就要找心理医师，就要找心理医师，心理医师再治不好，你就要找你的上司帮你解决，找你的根本上司帮你解决。根本上司如果再治不好呢，那怎么办呢？啊，问你们怎么办？再找师傅。那就是被鬼战蛇，这个鬼的力量很强，你跟他有特别的因缘存在，你的前世这个鬼本身啊来找你的话，就是你本身的前世的冤家对头，他跟你是有仇的，根本上师也没有办法把你跟他给他脱离掉。要知道杀人偿命啊，我们中国古代讲杀人偿命，你杀了这个人，这个人绝对跟着你，只是你因为你阳气很够的时候啊，他没有办法对付你怎么样，但是当你这个运气不好的时候，他就附你的身，这个时候根本上师要治他，他现身出来，他说我前世是被他杀的，这一世我要找他，根本上师也没办法。如果真的有冤结这样勾在一起的，那是天道轮回的现象，根本上师也不能把它解开的，这个怨一定要除，要用很多的方法才能够解得开，要用很多的方法把这个鬼超度了，或用什么大的方法把这个鬼给它解除掉。问题就在这里，所以佛教是讲因果报应，有因果报应，所以我在这里讲很多的因果自己去负责，没有办法解的。所以当没有办法解的，好像他的时间已经到了啊，这个时间已经到了，没有办法再延长，那就没有办法给他挽救回来，就是他的时间已经到了，而且他的必须要这个缘一定要在这一世给他解除掉，他一定要受这种痛苦，也是一样的。能够解的根本上是一定帮你们开解掉，不能够解的也会明白跟你讲，这个很难解，很难给你解除，一定会很仔细的跟你讲很难解除啊。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来跟你后面非常感谢根本传承上师宝贵的法语开示，请唱诵组准备
雷藏寺有以下法务活动向大家报告：明天10月2日星期日下午3点，圣尊将在彩虹雷藏寺主持地母菩萨护摩法会，赐授地母菩萨法，灌顶讲授道果。法会现场有中英语网络直播，欢迎大家踊跃护持参加法会。全球大集气持咒活动开跑，敬请全世界所有雷藏寺分堂道场以及全体真佛弟子共同修持大力金刚净鬼法，祈求大力金刚守护根本上师莲生活佛健康长寿，请佛注视，祈求大力金刚守护道场一个人结界清净修行成就。即日起，请将持咒篇数、参加者姓名或道场单位名称上真佛全球资讯网站登录，详情请参看真佛宗全球资讯网站 tbsn.org 查询。请唱诵组带领大家唱诵佛号：南无阿弥陀佛。者到坛城前长跪，恭请圣尊为新皈依者做皈依灌顶。Om Guru Lien Shen Shi Di Ho。
请圣尊加持大悲咒水，即为佛像开光。请大家起立做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诸佛 Om Ahom。二拜诸菩萨 Om Ahom。三拜诸护法金刚 Om Ahom。四平等一起手，同修会圆满吉祥结束了，感谢根本传承上师的大加持，感谢诸位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贵宾、同门善信大德的护持，谢谢大家，阿弥陀佛。We now conclude this live broadcast. Thank you for viewing.